开心，谁困扰了你，让你的眼神看来有些黑暗，有多严重，你和他之间到了不可收拾的局面了吗？我看起来也不太好，我当然知道，因为你的表情让我很心疼。你不了解我和你之间，只是爱上了不爱我却又在乎他的人，应该叫我你和他，我想这是最好的时机。只是当你哭着说你爱他，不忍离开他，我竟无力扮演你和他之间的和事佬，应该劝你离开他，可是我却怎么也做不到。因为当你笑着说我最好了，是你痴心朋友，我不敢也没有勇气告诉你，别把我当朋友。我不敢